中国，不晓得等一下我们要请博士来告诉我们在那么巨大的一个磁场里面啊，那个能量场里面走路是什么感觉。但是呢，我看你那个那张最下面那个小红点是有一个人关在一个什么玻璃屋里面，是对对，你看哈，箱子一样的。不好意思啊，这个图比较小，你看这个啊，墨西哥就已经够热了，那你又在奈卡这个地方地底下300公尺，那个是热上加热，而且又很闷热、很潮湿哈。那他们有时候在里头待不了10分钟就受不了了。可是工作人员在里头，往往他们一个任务必须要待2小时，那怎么办呢？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躲在这个地方？这个他们叫冰屋，冰屋、就是说这里面虽然是58度。很热，乘凉来的。对，那他们呢？这是一个塑胶的一个帐篷，透明的，那里面有空调系统。他们开始在里头，冷一下这样子，然后再出来继续做，就可以维持2个小时。那最后我要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刚才讲过，这个东西呢，到底该不该打开，到底该不该挖？还有这在里头这么多能量的水晶围绕着你，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人体会有什么感觉？那如果把它挖了，你要知道哦。墨西哥最值钱的，当然这是非法的，就是什么安非他命，还有海洛因，毒啊，哦，对不对？对。那如果有一天他们开始开挖这个，水晶现在已经暴涨3倍，那如果一堆人去挖，把它挖光了，对地球磁场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可怕。这个问题应该请教博士喽。这么大，而且真的耶！如果说水晶真的像大家讲的有这么大能量的话，在这么巨大的一个能量磁场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先，因为一直谈水晶跟能量的关系嘛，我们先来看看。水晶其实是可以做能量测定，全世界研究能量医学的人大概都有像我这样子随身携带一个叫做水晶的灵摆。那这做什么用？很有趣。你这是随身携带耶，这个前两天我有看你带过。对啊，这是我的行动电脑是关机的、不管什么厂牌，大家都知道行动电脑要放出电磁波，对电磁波对人体比较不利嘛。所谓不利的话，就精神会比较不振，而且会你会觉得比较疲劳。那在北半球。我这个手没动，你在北半球，如果做实验的话，这水晶碰到对人体比较不利的能量的物品，比如说水晶，你手真的没有在动吗？它怎么晃那么转圈转那么厉害？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实验，它是逆时针转，对，而且转好大哦。对，越大的话表示电磁波越强。我这个是哇，你的手真的不行，你赶快换，你赶快换。他手真的没在动，对，他只有尾巴在动。刚才立刚就讲，大家都带这个。带这个号称有能量了吗？我们来看看，这也是水晶吗，江博士？这个是各种不同的矿石，中间有水晶，有陨石。我们来看看，它方向是顺时针，它现在调整。真的好邪门哦！你确定你没有？没有。江中博，你给我盯清楚喽！博士真的没有在作弊哦。这两个晃的真的太夸张了。等一下，你可以做实验。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是全世界的研究能量医学都用这个实验。所以这块紫水晶很值钱喽？这没有很值钱，很多你身上带的任何一个东西来，大概钻石啊，那矿物几乎都是正能量的啦。只要是天然的，那玻璃水晶就不是了。像你这样子，如果是顺时钟方向的这样狂转，是 OK 的。对啊、哦，在北半球，在北半球负那逆时针就是负能量。你也可以用你的左手来测定，比如那一天我测定我的学生，一个女同学，她的左手整个转是负狂转。啊、那就赶快去看医生了，是不是？我问他，他说他外婆刚过世，你看嘛，就很清楚。那个气是不是？对，要问才知道那种能量的感应。那回答刚才的问题，对不对？对，对不对？像我们学过气功，要教气功的，进入一个，不要说进入这个水晶洞，我进入卖水晶的那种公司进去以后，全身都冒汗，然后整全身都麻掉，太邪门了。对，那你如果到那个英国的麦田圈，那可以是能量场很高嘛，那边的导游都带着一个相当棒测，你到那边去，很多灵秀人在那打错，我到那边去是全身都麻掉，头发都要站起来。那博士，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去那个水晶洞，你可能进去就瘫掉了，你可能连路都不能走了。我想说，到那边打错，那你说这样子冒汗麻掉是好事还是坏事？基本上讲起来的话，对人体是好。是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人类没有办法掌控能量的强弱，所以美国人都影歌星在好莱坞盖了一个金字塔的房子住，金字塔有正的能量嘛，但是后来不敢住，差点都精神分裂，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控能量的强弱，除非你能够像空调一样调我适当的能量。人类谁有那么大本事？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控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水晶屋啊、水晶塔啊什么什么这么大，里面到底会是多大的磁场、多大的能量？但是像这种小 case， 这种微不足道的能量更无所谓。普通的一个水晶洞放在两边来打坐的话很好，那可是。
根本是。但是如果说像中博讲的说，现在大家都很相信这个，所以大量的来开采，这样子 over 开采的结果，那就糟糕，对地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地球现在的磁位已经开始在翻转，哦，立刚也很清楚，地球磁位翻转，现在已经在翻转了，就。从加拿大那边每年6公里，我记得是6公里，一直往西伯利亚那边跑，但已经正北极跟磁北极已经开始偏了。那这个是代表一个危机耶，人类如果有世界末日、地球末日，这是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地磁的改变。所以是破坏地球的磁场以后会怎样？会加速，加速什么？会加速磁位的改变呢、啊？磁位的改变呢、啊？我认为会加速地磁的南北极变成东西极的速度会加快，因为地磁的改变之后，整个地球的运转角度跟公转还有它自转的角度相对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要死了，那什么都不对了。200万年前的冰河期就是因为整个地球的转的角度变化了，它的转的角度不同，太阳光在照射进这个地球的时候，因为照射角也不一样，然后呢，变成它的还有一个，它在公转的时候，因为磁力的关系，其实两个星球之间在运作的时候，就像月球为什么会绕着我们地球在走，最重要就是它本身两个都是有磁性的，对，而且就像我们的人造卫星，如果像我们前两天讲到天龙号那个太空船到外太空一样，它为什么没上去就突个掉下来？因为最重要就是在于说那个引力的之间，引力是达到一个平衡之下呢，它能够刚好在那个引力的角度下面在运作，但是如果整个磁位在偏转的时候，相对的我们对月球的引力不同，然后对太阳系的整个太阳的运作的公转角度也都会开始产生转变，甚至是距离的部分都会有变化，那时候呢就对整个地球的生态包含了环境气候那都会开始受到影响，因为你的太阳光照射进地球的温度场已经不一样嘛，你温度如果太阳光进来的时候温度掉个2度3度，哇，那不得了嘞，那这个冬天的温度变得更低了，然后夏天的温度不够高了，那整个连包含了气候的变化值都会在因为这个整个磁场的改变而开始产生的。不管是地下的洞穴深入，或者是海里的洞穴这样深入，哦，几百公里什么海沟什么一直下去，你知道这个以前人家我们以前住在美国的时候，他们会讲说，如果你一直往地球里面钻，你就会到中国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地心到底到多深以后是可以继续下去，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样一直往下面开采，或是一直钻到另外一个文明世界的出口嘞？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情况呢？马上回来。